我们一起来欢迎喵喵，带这首歌曲卖啰嗦，卖啰嗦你，打断想啰嗦你啊！一起欣赏那个专辑主打歌。接下来为大家带去卖啰嗦，你们的掌声在哪里？我们的草屯的好朋友的掌声鼓励。那妞妞姐姐，哎，等一下，明明我就有18岁，妞妞妹妹，叫我姐姐。是，好了，既然这首卖了嗦，那哥哥也不啰嗦，我们直接安排第二首歌曲好不好？是这样，您讲的，哥哥也不啰嗦，真的哎，一个配合你的艺术啊，是卖啰嗦，一直讲交代讲卖啰嗦，卖啰嗦，我哪敢跟你啰嗦啊？不是，忙忙哦，落只手的嘛，袂歹。落去手一个，落手是安尼吗？等一下，握握手，做个朋友。阿姨，这个握手的感情交流之下，我们感受一下那个妞妞的热情。没问题，我等一下看大家谁比较热情哦。哎呦，声音比较大声，我一样也有带我们的海报来送。哇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问题。我觉得大家都没有认真，到底来是千错万错，这是妞妞的错，太美了，连我们 DJ 老师都昏了，龙佳佳，哇，来点掌声好不好？我的心里
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，只有你才是我梦想，只有你才叫我牵挂。我的心里没有他，前面我们来点尖叫声，哦，你叫得好惨。Yeah， 哦，悠悠的声音超有震撼力的，哇，真的。还有哪里没有？谢谢，掌声响起，是掌声响。喂，真不愧是主持人，什么都可以接。真的，我跟黄妈选的。手中这张海报，一起牛卖给黄妈沙梨共仔黄慧卿小姐。心，我回过来给谁？
放下。主持人，感谢大家，期待下次见，拜拜！谢谢妞妞，哦，这个偶像团体里面的女神呢。